欢迎收看十月二十六号公司中道新闻，我是孔阿文。新闻开始，先来看今天的重要消息。秋冬季节到，外界中南部空气污染严重，看海拢是雾雾瀑布，外界环保团体要求，这个政府爱管这污染源。来看是中华职棒这桃园队，搁一届来摕到总冠军，阿金嘛，陈金峰、林志胜，刚要落来，有哪受到外界注意？过去就经过所大这七海园区公买 BOT 区旅馆这个案，即台北市政府要求爱中心做审议。先开始来关心的是这空气污染的问题，因为这秋冬的季节到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的中南部空气污染有够严重，因为这 PM 2.5 是过浓，然后这天气看还是安尼雾雾瀑布啊。最近伫个台中市过当地进行管制这粗煤加用石油大主题吊雷系统，我们讲会当管制主要的污染源中梁钢铁加这火力发电厂，想袂到讲受到抵制。那好，环保团体正生气。明明就是日时啊，不过天顶看起来就是昏蓬蓬，就是看袂到日头。特别到了秋天，中部地区常常出现安尼状况，原来是空气品质伤过害。真侪妈妈唔是唔敢带囡仔出门，就是靠阿袂使食偌济就算偌济。又不能说要就是让小朋友不能去户外，也就是这中间是很为难的一件事情。污染的情况继续严重下去，真的我们可能是不是要逃离台中，到其他的县市去？这个是我现在很担忧的。做妈妈实在真烦恼，就惊讲起了伤济污染的空气，互囡仔冻袂调，更加烦恼长久累积落来，成了呼吸道隐形杀手。秋天东北季风增强，空气当中的 PM 2.5 悬浮威力就会增加。在这个月20到21号，甚至出现超量的自爆等级。上午环保团体和市民代表来到台中议会头前来订正，希望今日通过管制生煤和禁用石油焦自主条例，让中部地区三大污染源会使停用生煤。过去企业其实把这些他本来应该付出的成本，让所有人民来负担嘛。现在的要求只是说你要多付出一点成本，然后改善污染，让人民减少一点痛苦，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根据观测资料，台中主要污染源之一的火力发电厂是燃烧生煤，伊碳排放量还阁是全球电厂的第一名，受到地形敏感的作用，拢累积在中部地区。而现在台中市议会当地进行制度的自主条例，希望将这高耗能的产业，会使渐渐将生煤换作是低污染的天然气。希望企业应该负起空污防治的成本，避免让全民做伙来成为 PM 2.5 的受害者。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关心的是这核废料相关的消息，即马是一厂核二厂，这燃料池要藏的空间不够。啊，台电拍算要伫新北市的万里来设一个这藏的空间。啊，台电所提出的最准备计划，讲有通过这农委会相关的审查，即马也过这垃圾水计划，但这环保署审查，那通过了这个藏燃料棒的这个空间，两年后了后就当启用了。原本应该由新北市政府现在去立场干出场水保计划，去年因为核心正义去定为重大公共工程计划，所以再由农委会进行审查。经过三届的审查会，在今年的八月十九号审查通过。审查通过，我们还没核定，因为新北市政府有来问，然后就是说他提出一些技术上跟权限的问题，还有一些地质敏感区的问题要理清。农委会水保处表示，储存场的所在地已经确定，不是经济部公告的地质敏感区内底。虽然审查通过，也唔过因为新北市政府提出异议，但那里清款资料就会正式去划水保实施完工证明和台灯。之前环评嘛已经通过，目前只剩废水的计划，等待环保署审查。那需取得许可，两年后就会使启用迄个厂的干湿储存场。环团批评，暂时性的存放迄废料，根本是替新北市的居民当作是白鸟。这个会不会有锈蚀的问题？确实，其实以台湾这种多地震，而且又高湿度的环境，这种露天的干储，确实是让民间团体非常的担心。希望台电可以尽快的启动最终的核废处置厂。专家嘛讲，这所在的盐的含量真高，空气一年外，汤啊经常表面都会生锈。
那时到时阵造成核泄外漏，结果是真严重。也唔过台电强调，国外有上百处的干处场，并无发生什么问题。王林辉嘛讲，会要求台电加强防护。记者陈淑君林国宏台北报道。来看是天高咧扫过台南将近三个月时间，经过一关数加台南市卫生局统计，讲新增加的病例，即马已经有降低，加这亲像这啊。昨日是97例，啊，昨昏是75例，连续两天有降低，表示情形无遐尼啊严重啊。今年伫热台南市的本土天狗类疫情，五月传出第一例之后，7月24号累计是破100例，疫情也伫个苏迪勒洪台之后，近急速的升温，死亡人数近高达102人，一天上悬曾经接近700例。但伫台南市卫生局以及中央合作的防疫政策有效之下，疫情嘛渐渐受到控制。对24号开始，连续两天新增的病例拢降到100例以下。已经连续从9月20号连续5个礼拜，病例都持续下降，啊，每周下降百分比到达20%到30%。除了我们公部门的努力以外，那我们的很多区公所、我们的邻里长，还有我们的市民，我想都非常的自觉啊。虽然天狗咧疫情是渐渐降温，但过去两个多月以来，台南的观光产业被重创，游客至今也未有明显的回温。都安平地区的业者讲，游客大约回流10%左右。差不多一成尔哦，差无介济哦。大家免惊啦，遮拢有咧，逐工拢有人来遐消毒，有咧创啥，会当来啦，不要紧啦。另外，台南市卫生局嘛表示，目前台南疫情进入保全期，虽然疫情有趋缓，但消防未使放松，尤其化学喷药只是消灭新闻，家户的租亲消防爱持续的进行，避免蚊虫的两过冬天，如此才会使收掉即处的症果。记者王进行台南报道。来看，国内有一项这啊跨病院详细的调查发现，讲有在困中道的这啊有会的老大人发生失智症的风险，是无困中道的人这1.3倍啊，还是讲啊这失去太太还是翁婿的人得到失智症比例，讲有那是冠村是1.42倍。啊，不过有医生表示，讲困中道含失智症的因果关系，即马伫医界其实也阁无法度通个证实。公园内底透早就不少老大人散步，也是做运动。有一挂人中昼顿吃饱了后，阁会困一下倒，唔来当手解疲劳，阁当好下晡的精神阁较好。因为早上起得早啊，然后到中午之后就会眯一下。那没有去躺一下哦，虽然去躺没有睡，躺到1:30起来比较，那么不会那么累啦。严格台台北营文主公病院加失智症协会调查全台1500名65岁以上老大人的生活形态，结果发现有困倒习惯的人得到失智症风险的比例是无困倒1.3倍，而且失去伴侣的人得到失智症的比例也比有婚姻状态人低1.42倍。有医生认为，目前医界有关部抢救证据证实困倒加失智症之间的因果关系。严格失智症是一种大脑神经退化疾病。当还是区受到伤害，就出现困眠障碍，或者是低压颠倒情形。所以，当老大人困倒时间超过1点钟以上，就可能就是一种警讯。退化到像是夏世秋的部分的话，常常会影响到日夜节律。像巴金森氏症的病人，那阿兹海默症的病人，这种病人神经退化的状况，他的睡眠都会受到影响。医生建议，要预防失智症，除了饮食均衡，该保持规律运动，平常时加动脑筋，亲像看册、旅行，甚至拍白球等休闲活动，拢对延后大脑神经退化有帮助。记者钟海报道。来看一个，这个台化案投资将近200亿的这个台北松山产业龙代 BOT 案，啊，台北市长郭文铁认为，因为这牵涉到松山机场要迁建的这个问题，所以暂停这个审计都市计划。另外一方面，过去这个啊蒋经国所带的这个七海园区的 BOT 案，嘛因为牵涉到国安的问题，退回审计了。投资金额200亿的松山机场三角龙代 BOT 案，因为台北市政府认为松山机场应该迁建，所以无新查都市计划，造成民航局决定暂停开发。郭明泰认为松山机场的迁建是重大议题，11月17号会开研讨会，希望三党的总统参选人对松山机场的准会来表态。发现那个航高限制图都画到新北市去了，而且这个又牵涉到桃园国际机场，所以这也不是台北市单独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会把松山机场这个案子列为是
三党总统候选人要表态的重要题目，我们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不过，针对上山机场的迁建，交通部长有无同款的意见？伊认为首都应该要有自己的国际机场。其实首都机场的存在，那么很重要。那以松山机场来讲，除了负担的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离岛彼此之间的这种所谓往来，还有国内的这种往来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还会持续再跟台北市政府来沟通。台北市连接 BOT 案小电刷话亭，伫咧台地的蒋经国故居七海园区，进前都已经规划用 BOT 的方式，要伫七海园区起台湾头一座蒋经国图书馆和游客中心。但是突然出园区，搁要起一间海景旅社。台北市政府认为，只要有海军和国安局，直接起旅社，恐惊会变成高站的招待所，所以要求重新提案。七海关邸其实我都还没进去看过呢，找个机会我去看一看哦。那再请文化局他们报告一下，我们再正式来做回应。对于这两个 BOT 案，郭文泰认为，在军事重地起旅馆，恐惊牵涉到国安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因为松山机场航空限制嘛，牵涉到新北市，这一挂重大的建设案，应该唔那是台北市的问题，是要和中央做回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的就是这2015年中华职棒总冠军赛出来了，第一第七战，这南面个桃园队靠着这投手这洋将这明星，投出这中华职棒输上总冠军赛第一场无安打的比赛这南面个有那火力全开，11-0赢这中信兄弟，连续第二年摕到总冠军。这次胜利的那些彩蛋，南美国桃园球员冲入球场，甲球迷斗阵欢喜来庆祝。因为因在总冠军赛中前11-0打败中信兄弟队，火力全开的桃园队攻势由大孙兄林志胜在一局下半局的两分炮开始。这个就打了中间方向，相当好，非常的深远，大师兄打出了全垒打。三局下半局，桃园队攻势再起，郭彦文卡出有两分打点的二垒安打。左外野方向是一支长打。桃园队黑牛继续来发威，王伯荣、陈俊秀、余德龙继续攻出安打，三局拍完已经摕到7分的领先了。在内侧接应后，这个球被打到了左外野方向，相当的高，非常的深远，周董跳起来没办法拦下来，余德龙又击出一支长打。五局顶半局，中信兄弟队彭振明得到四拍球补上，不过后边张志贤攻出双杀打，失去得分的好机会。张志贤这个球哇不妙，打在了游击的正面，结果是一个 double play。这几场的比赛，中信兄弟队的打击拢被压制掉的。李元队先发羊头明星，也导致总冠军赛头一场无安打比赛创下纪录。中场桃园队以11-0打败中信兄弟队，拿下总冠军，也头一摆完成2连霸。而这摆正做自由球员的大叔兄林志胜，伊的打击也可以夺下总冠军系列赛 MVP。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南美国这台湾队摕到2连霸，啊，不过其中摕到这 MVP 的这林志胜，年底就要来讲做自由球员。林志胜长会暗讲，那有缘伊愿意留落来，啊，不过伊前几工啊嘛，捌向透过媒体向球团来发挥，讲这南美国的精神领袖陈金峰，若要退休或者离开，伊一定会对你走。完成2连霸，摕到队史第四座总冠军。南美国球员社球场一脸感谢球迷热情支持。大师兄林志胜徛伫车顶头喷香槟，实在有够笑。例行赛全垒打、盗垒拢是超过30次纪录。总冠军赛7场比赛3支全垒打，又阁是累积11支全垒打新的纪录。今年球季大丰收。我要把最美好的回忆留给你们。我们做到了。谢谢10号对我，谢谢我的家人。如果有缘的话，我愿意留下来。年底就要变做自由球员，伊讲若是有缘，愿意留落来，予球迷希望。但是伫咧第六场比赛进前，伊嘛讲若是陈金峰退休，也是离开，伊一定会走。因为陈金峰唔那是精神的领袖，嘛是为男女上斗阵拍拼的老战友。看你们呐、啊，如果你们希望我留下来的话。
家裡桃園在球季，陳金鋒今年出賽打擊都是歷史新低，總冠軍賽放入去28人名單是因為沒人可以替代，也只有他可以讓兄弟球迷來為他加油。桃园的球迷一直发流落来，目眶红红，也希望永远的陈五二莫退休，搁陪因完成三连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政治甲这选举相关的消息了。这亲民党的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当时批评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经验不够，也搁讲这赛飞轮机组的自己讲呐，唔捌赛过飞轮机人告诉，恐惊一辈起飞就先摔飞轮机了。民进党今仔是批评这宋楚瑜过去在做省长任内，有未少这建设根本都是浪费预算。民进党总统参选林川门竞选总部是公布，四只猪仔钱东啊的主力客登来去，就是希望搁啊侪小啊无款的四只猪仔登来到川门竞选阵营。伊嘛设计立体的四只猪仔的设计比赛，开放2016川门竞选的四只猪仔的元素设计图，和搁啊侪设计者会当创作无共创意的四只猪仔。我们也希望打造的是一个数位国家、智慧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在各项的选举的活动上面哦，那甚至包含我们很流行的小猪铺满，那我们都把这些资源开放出来。另外，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25号批评蔡英文行政经验无够，并且甲台湾比作是飞轮机。宋楚瑜讲，敢要毫无赛过飞轮机的人来驾驶呢？恐惊还未起飞，就先来摔飞轮机。民进党是批评宋楚瑜过去伫台湾省长任内有未少善宅建设。他过去在省政府时代、省主席时代，大概都是以善宅建设，然后也造成了很多浪费。被他的政绩跟他的表现如何，也被各位也被社会所周知了哦。民进党台北市立委选举部分原本传出南港来哦选区要来内牛亲民党台北市议员黄珊珊，不过即马亲民党可能甲国民党反南合作，民进党改改变原本的决定来支持其他的参选人，也是提名动员参选，是受到各界关心。记者张志雄、林志坚台北报道。来看一下，国民党主席加这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即个是下过这落水溪去绿营的铁票区分林得抢票了。有那得到这前分林馆长张英美的热烈的接待，嘛邀请这地方的政团人士来替朱立伦加油。有立民在国民党主席加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前分林馆长张英美是走到门口来接待，各党员地方的官员、乡镇市代表，各水利会将近200名干部到场。就是要全力来支持朱立伦。在国民党全力跟人中间，适时站出来啦吼，啊，勇敢来承担啦吼，这对台湾的政治未来啊，有一个新的希望，我感觉相当好了，对啦。所以讲吼，拢是啊，会当陪伴主席共同啊来应付2016年的总统甲立委的选举。朱立伦就讲，张立斌还拢做过馆长，过去都真济互动和交流，现在家己要参选总统。应该需要前馆长张林美在地方经营的人脉来收听。这一次总统大选，当然在云林地区，那需要张县长有很多的一些帮忙，或者是告诉我们云林的一些需要。那当然这次除了张县长找了好多的好朋友啊，这些好朋友来自于云林各界啊，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关系，能够跟这些所有的好朋友来请益。朱立伦表示，现在张龙美改善以后生张龙起来接棒参选，最大特色就是少年有创意，会咱提出个新的想法。这个朱立伦也得到一直无表态的张龙美力挺来支持，要营造咱云大团结的气势，和选情慢慢来加温。记者吴宁报道。另外，这台联党团今仔是来指控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朱立伦的丈人高玉麟受到主的微创科技，以这俗价来承包国防部雷达相关的工程，结果讲到单无法度来交件，想袂到讲国防部嘛无改停权，嘛无改讨这违约金。
台联党团二十六号指控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丈人郭玉林投资的微创科技，2013年以低价大约2.5亿的介绍，标到国防部的军舰防空雷达组件工程，结果交件无进度。国防部原本态度真强硬，侪摆发函要求来履行合约，结果和微创来告上法院，要求赔偿材料费者费用，也无做出停权的处分，干那没收200多万的利益保证金，这几家朱立伦有关系。才无要求3000万块的违约金。他业务能够做这样子的无往不利的话，跟朱立伦的担任要职不无关系的，他必须讲清楚啊。他们做不到的，那我们政府拿他没有办法。这样子的一个党国体制啊，真的是要快速的来解构它。大联党团也积极，这是2亿以上的国防工程标案，今年是以俗价来抢标，无采取上有利标，也无请委员来评比，真侪疑点。对着指控，国防部回应，采购拢是依法行政，一切依据法院的判决结果行事。因为微创公司他没有办法顺利的取得外国政府的许可，输出许可，是他没有办法能够履约的原因之一。那这个是属于外国政府输出和核准的程序当中的一个不确定的风险，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说不能全然的归责于厂商。国防部强调，而且律师搁在研究来找方法争取军方上大利益。对着大连的指控，微创公司是无愿意接受访问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第一天礼拜六，这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是正请伊阿弟桃园来成立农业奥运会。啊，不过这国民党的桃园选出来的立委陈学生，加这桃园市议员是有做会来指控，讲说是这桃园市长戴文灿用行政的资源来收停蔡英文。即马这桃园市政府是强调，讲绝对无这种代志，有那批评国民党话哦。桃园区的委陈学生和桃园市议员鲁明铁共同站出来，指控桃园市长陈文灿动用行政资源停小英，透过 email 通知，那是各区农会无动员支持10月24号小英的桃园农业协晚会，特别三度每年的补助款，要制作慢条卡的假象。如果不去参加小英之友会，什么农业大跟生态这样的地方来威胁人呢？为着要保护当事人，都应用变脸的方式处理。鲁明铁指控，市政府那是要求农会理事长、商务干事和总干事三巨头一定爱到现场，搁爱农会员工，计做是农民来现场。就在市政府里面，假借灯会农业专区啊，要做花灯的一个理由，在里面明示暗示，让所有参加的人回去都有受到压力跟胁迫。当天情不得已，他们只好说这样的话。在他们内心里面，他们没有接触过小英，所以他们不知道小英到底懂不懂农业。但是朱立伦做过桃园的县长，他们知道朱立伦非常懂农民。市府不会透过任何的行政资源哦，要求选举支持的对象，也不曾哦在市府召集过任何的有关于辅选的会议哦，这是假爆料，也是真抹黑哦。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曾经担任过桃园县长，27号会回访桃园古镇，一向是国民党传统组织的龙鱼水利会系统，心系归队，也是改做挺蔡英文，哪里拢要争取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的是这劳工相关的消息，政府部门登记来使用一挂这药品股的人员，啊，这员工大部分就是一年请一届，啊，不都是两年请一届的这方式，这工课无保障，今内都有这劳工团体去内政部抗议，呼吁政府唔通带头违法，我那要求这总统候选人爱表态了。白色小龟仔开身躯砍，感觉是布条。劳工团体都伫车道用身体拼出行李组大字，抗议政府登记乱用非典型苹果。为公部门带头压制劳工权益，有苹果人员怪烦恼，家己随时可能会无头路。越来越多这种非典聘雇形态，吃走了这些劳工的权利，还有派遣，还有外包，还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名目，来把这些劳工的权利压在最底层，但他们不敢出声。我们抗争了那么久，跟政府讲了那么久，也上街上了那么久，可是我们现在的政府依然不理会我们了。
罗岗团体认为，回电行骗告政策和约骗告人员，因为不使用到计划，所以无法度计算就肯回家退休金。一个即将使用到计划的临时人员，正是机关赶快用一年一片方式来请，想骗人做计算问题。我们长期以来就是一直在填补公务员人员，他们因为专业能力不足，因为人力的不足哦，然后一方面想要缩减他们的那个人事费用，那可是又要想要我们的人力劳动，所以他就是长期用这样的方式去剥削我们的劳动权。足球会代表批评政府所谓的太招刁强，是被淘汰背景中不是真正刁的人，或者是基层劳工无法度承受。因希望2016年大选被搞完，国民党会当表态，废除一年一聘的制度，并且补偿约聘雇一个临时人员的受损年资，提出改革政策。记者从台北报道。先来看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寒人要到啊，即马去澳洲难民又搁愈来愈多，也搁最近传出有难民船伫即个爱琴海冰船的意外，有一个一岁外的查甫囡仔，伫啊暴落海零五点钟，后来将好运和土耳其的渔民救起来。即马后面有那开高峰会，提出17项来解决难民危机的计划。无人记迄条过来千名中东的难民，走路趟过克罗埃西亚边界的田，朝向斯洛文尼亚前进的纵贯场面。这条西巴尔干的路线，因为匈牙利伫一礼拜之前关闭边界，煞变成难民往北前往其他欧盟国家的新希望。另外，伫希腊嘛出现今年以来的难民潮高峰，顶礼拜每天来的人数超过9000人，赶伫寒流来之前赶紧走出来。21号，一只前往希腊的难民船伫爱琴海冰船，两名土耳其渔民发现海上有漂流。过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名18个月大的查甫囡仔，赶紧进行抢救。已经浸水5点钟的查甫囡仔奇迹生还，含伊共船的15个人嘛进行稳被救起来。因为今摆澳洲的难民继续增加，欧盟11个含3个非欧盟国家25号伫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并且提出17项计划，包括希腊、联合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将会接收10万名难民。I commend the Greek Prime Minister for his commitment to increase reception capacity in Greece to 30,000 places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with the UNHCR to help provide at least 20,000 more places in Greece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各国也同意加强边境管理，赶紧落实欧盟和土耳其的行动计划，增加希腊海上联合行动规模，加强欧洲国际边境管理署伫咧希腊和西巴尔干的边境协防，以及伫一礼拜内派遣400名警力协助斯洛文尼亚管理边境的难民。记者综合报道。在美国跟香港在这礼拜时来啊，先后传出有这汽车撞入这啊林条内面，加这渡船弄到物件的意外，这两个事件拢造成真侪民众受伤。因为车祸造成现场5个人重伤，救援单位紧急调来直升机，把伤者送到殡仪急救。这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24号早起大约10点半。城区民众热烈欢迎奥克拉荷马大学的美式卡球队，回乡准备迎接来访的堪萨斯大学队。因为突然间一台汽车冲入围观的人内底，造成3个大人当场死亡。另外，1岁囡仔也在后来伤过不低，也佫有47个人轻重伤。It hit people just like thump, thump, thump as people were flying. Most of the people I saw were just laying on the ground. 警方指出，开车的25岁女子哀戴死亚，敢若像因为烧酒醉开车造成事故，目前正由警方羁押中，伊会面临4项二级谋杀罪名的起诉。另外一个意外是发生在香港，当地媒体报道指出，服役超过35年的喷射式渔船“海鸿星号”由澳门回航途中，在25号暗时6点52分，在岛屿山小亚洲附近的海面弄到不明的物体，由速度真紧，弄击事件让船顶174名乘客和船员有121人受伤。我本身玩嘅电话嘅，但系就突然间嘣一声撞咗落船。咁就拋起咗，熄咗燈，再撲翻落嚟就開翻燈，之後就一切正常。但係傷者瞓低就瞓低。香港媒體指出，船公司已經派拖船加海鳳星號拖登來檢修。在受傷民眾在到中環政府1號碼頭了後，也分別被送往病院。伊有事故原因，也有待警方的調查。記者鄭雅報道。
咱来看，位伫这中兴大武岭的松露地园啊，海拔有够高，是2700公尺高，讲是全台湾上高的地园。因所生产的这乌龙茶一斤都要100里，啊，不过因这所在有侵占着国土，起码得爱行。啊，地园负责人是向这南投文化局，讲要提出申请做登录文化景观，希望这地园会当转型。海拔2700公尺，号称是全台湾上高的松露茶园，伫咧中横大武岭段105公里的所在。不过，规个地区伫咧德基水库的集水区，占用国有土地，去予法院判决，必须要还政府土地。茶园的负责人煞希望会使作为世界上高海拔乌龙茶研究佮历史的园区，向南投县文化局申请做文化景观。它是全世界最高海拔的人工管理茶园，它也是我们台湾高山茶的发展源头，它是我们台湾人参与开发横贯公路的一个历史。南投县文化局25号召开公听会，不过林务局当时林管处却认为这是干预司法。现场的环保团体也对文化局相当的不满，批评资料还未收集完全，就急要开公听会，认为当地若是无做国土的保育，烦恼会发生大规模的走散。不过南投县文化局强调，绝对无干预司法。林管处他们讲说，我们没有经过调查就先召开公听会，其实他是对程序不了解。我们是必须先召开公听会，先了解问题之后，那我们再来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啊。那另外他们提到说，这个行政干预司法哈，这个我是绝对不能接受。南投县文化局表示，因是依照文书法来处理，如果经过认定确实有保留的价值，会交予法院当作参考。就算讲茶园申请成功，管理的人嘛是当时林管处，上尾要交予倒一个学术单位来管理，嘛是当时林管处的权责。记者南投综合报道。来看白蟹，台东是这国内白蟹养殖区之一。啊，不过这几年来，白蟹有当时啊，前后来为着变造成损失。啊，不过今嘛讲这台东5个地区的农会联合啊，用这侵占的海水来饲白蟹，成绩阁袂歹。台东县海水养殖白蟹今嘛长大出，啊，不过这几年来可能受到海水污染的影响，白蟹染病的机会增加，产量减少，品质嘛受到真大的影响。不过今年6月，台东地区农会结合中滨和地上关山以及鹿野等5个农会，头一次采用农委会台东经管库抽出57公尺深的侵占海水来饲白蟹，唔那水质变好，而且改良地当就会避开的阿门头养殖池，用高密度塑胶材质来兴建，会当降低水质污染，提高养殖白蟹的存活率。地震与火不会裂开，水不会渗透。清查的时候就很容易处理。这款的养殖管理方式，白蟹较袂破病。农会估算，每公顷的养殖面积，一季都有500多万的产值，而且以卫生安全的急速冷冻包装，只要用水煮3分钟，就当安心食用。3分钟熟度刚好，煮超过3分钟，壳会变硬。台东地区农会讲，采用侵占海水含养殖池改良技术养殖白蟹真成功，未来也希望邀请更加侪专注的农民来加入，增加农民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即澳洲的中央银行五望会当来扩大即宽松政策，即中国这边有落利息，即澳币股市今仔是起，台股今仔有那是开关惊关，盘中冲啊即8700点以上。今仔电子股表现了较强，表现比大盘较好，中小型的股票来维持轮动的状态。另外，即彭科要伫明仔载公布财务报告，今仔彭科概念股有那表现了强势，有分析师来认为，台股今仔指数创下最近波段的新高，啊，不过短线六。风险不太大，指数会跌半年线附近来做震荡走势，所以操作唔通即乐观投资。来看就是即、
中央甲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亲像苗栗县政府即嘛面临破产的危机。即民进党的立委吴秉睿在来批评财政部借钱予苗栗县，根本都是无事实的代志。因为即啊苗栗县政府超额约聘高龄员，竟然有1700多人，一年打人事费用都要7亿，中央部应该摕缴税人的钱来补苗栗县政府的大坑哦。当苗栗县的超额约聘雇技工工友还是1700多人的时候，我反对任何借钱给他的动作。苗栗县财政红字累计达到662亿，县长陈耀昌这边县府财政处长发不出薪水，就要改加班。吴中央伸出援手，十月份薪水再度行欠过关。发在立委的眼中，苗栗财政问题恐惊永远无法度解决，因为超额约聘高龄员就1700人，当年干那临时费就要开7亿。当初选举支票爱全面来征收，实在不合理。不需要这些员额，你去招聘，根本这些人就没有做事嘛。是，只有领钱不做事。沟通中，像怎么裁减约聘雇，怎么样裁减西边的税出啊？当然，我们现在先跟他救急了。财政部强调，目前借钱予苗栗县只是暂时救急，苗栗县未来也是爱用钱。不过，立委质疑，目前各县市经济破表，应该解决根本的债务问题，地方债愈来愈危急，敢讲被烦恼死老化。105年度的负债的比例可以到35%，离上限40.6%还有5.6%啊，大概将近9000多亿1兆。一年用挤在2000亿来讲，4年半5年没有问题。每年中央普通统筹税款分配金额达到本周被6成高，剩的16县市跟他分掉3成高。地方政府一再积极统筹税款分配不公平，财政部强调，中央对地方财政支援，另外有一半成加计划性补助款，未来财政收支未分配消化掉后，中央会释出更加多财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日本，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所提出新的经济三基建，其中有一项来提到讲，要让民众无需要为着照顾厝内面的老大人做那事情。啊，不过在这个月，因有详细的调查显示，未来5年可能因为爱照顾破病的这啊厝内的老大人，可能爱离职的这企业的管理改正，竟然有个86.7%。もっと大きくしてくれ。提起边啊，查甫人家得到七代人的牵手洗嘴。伊今年56岁，因为牵手无法度家己食饭穿衫，只好向公司申请第一次工作。今はこういう形で、会社の制度とか、あと、まあ、社会福祉的な制度で、それから職務の協力でね、うまく両立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やっぱしね、余裕がないことは確かなんですよ。まあ、これがどこかで崩れることがあるなという。リスク態度持ってる。日本中央大学调查，即马企业当中49-59岁中间管理阶层，伫未来5年，因为爱照顾破病亲人，而且比例有86.7%。即个主管正在负责管理10人以上的团队，常常需要加班，也是长期出差。但是亲人破病需要照顾，爱兼顾工作甲家庭，这就变成难题。40代以上，すごく管理職だったり、現場でも中核となる人たちなので、すごくインパクト。抜けたら困る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ね。会社として何ができ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考え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为了家庭在老大，有一挂企业推行第一次工作制度，有一挂实施分工制度。员工除了负责家己工作以外，若是同事需要照顾亲人，上班状况不稳定，也要处理同事的部分工作。明日お休みするんで、入金のチェック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お願いします。感謝しかないですね。自分の仕事もあるのに、プラス私の仕事も手伝っていただいて。另外，各弹性各用制度，若是员工爱照顾亲人，无法度正常工作，经过公司甲员工协调，会当改组兼职员工，未来有机会回去原本的工作岗位。为了新北经济和目标，日本各界职员计划以外，也和这条管理加一寡认真比。记者从何道德。镜头刷来，甲屏东伫八八洪台过了后，伫屏东五股的山地步道啊，前期甲这当地乡的这永久厝，啊，不过生活的变化加上三顿用水，逐项拢爱开钱，有的家长只好去外地做工课趁钱，啊，阵啊，甲囡仔落落来含阿公阿妈做伙住，即马囡仔这下课了后，要食暗顿甲功课较多，有哪正做这个所在新的问题。
当日回来到厝，唐奶阿妈即天真难得，一定伫咧厝等，两个人会使做伙准备暗顿。平常时阿妈爱做事，唐奶爱等较晚，阿妈才会回来。爸爸婚嫁以后，虽然有永久厝通啊住，但在后生活变化伤大。厝内阿公甲爸爸拢破病过身，长假变成单亲隔代教养的家庭。我先生不走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两个人，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过。有的家庭隔代教养是因为爸母伫个外地食头路。小学二年的嘉轩小妹妹，爸爸就伫个婚龄，放学以后嘛拢是阿妈在照顾。爸爸妈妈分居啊，所以我在照顾这个小朋友。啊，这个一个是我女儿的。我女儿在上班。当地的百合永久厝住了五个伫个爸爸洪灾受创的部落，因为各种原因形成的隔代教养家庭，比起过去伫个山顶加了十倍。隔代教养的问题呢，好像有增加到十倍左右。到我们永久屋的时候，爸爸妈妈没有地方可以种东西，所以他们的爸爸妈妈一定要到外面去工作。协会目前针对各校学生提供放学以后的照顾和暗顿，但因为经费不够，也无办法照顾高中生。在这个家庭状况也无改善进程，伊嘛会使找到照顾高中生的方法。记者王家川、郭建顺，屏东报道。教育方面的消息，即马想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有来愈来愈侪老师想要来试这新的方法。啊，不过到底是要变、要改变的目的是啥物货呢？这个、公司新闻有呾杀出了这翻转教育的系列报道，要先来看的是南投松文国中透过国文老师王正中的经验分享，做伙来了解。文章的意思内底结构、心智图要安怎写？松文国中的囡仔为一年啊开始国文，就是用分组学习。有时候主任就是会让我们就是自己就是带自己的同学，然后到最后就是把自己答案送上去，然后主任才会再告诉我们说，我们这组可能就是大家共同出错的地方是哪里，然后呢可能要改的论点在哪里，然后就会知道。一开始没关系，一开始有压力，安尼学习煞发现真侪物件唔免硬记嘛，会使学真好。主任教学方式很特别，然后就是会让每个人都懂课文的内容啊，然后就是跟一般传统教学方式不一样。英语用啊，英语用啊。六先上哦，六第一组哦。这套 MAPS 教学方法是王振中累积十多年的教学经验，最近三年伊嘛开放给全台湾老师来学校来看。采访这一天，教室内底拢是来看的老师，二十多位为屏东来，十多位是草屯国中。草中的校长知影老师自发性来演习，嘛带咧来。我们不能再让外面的来误会说我们老师什么都不懂，所以必须要把教学方法改变一下，让 focus 在学生的部分。提着手机 DV 记录，看到什么就赶紧写起来。老师确定王振中在这方法班级经营有真多功夫。就是讨论的时候是不会有人闲下来的。那我自己也有在做翻转，可是有时候我会面临到我的课堂上是。就他们两个很聪明在讨论，然后其他两个就晾在那里不知道干嘛。可是主任的课堂上是不会有这种情形。如果你来看到我小学生国语，我是更忙的啊。为什么更忙？我要不各组不停的走，各组不停的走啊，走要干嘛？哎，嘿，你要跟他讨论哦，好不好？一起讨论一下嘛，快点，一起说，好不好？哎，这组进步了，好棒哦！他们刚刚已经开始讨论了，加300点，有没有？就不断 repeat 这样的动作，不断，每一组不断的 repeat。增强，是创新教学，嘛是学习共同体。这两年又搁予人讲是翻转教学，不管是叫什么名，王振中讲，这本体就是老师应该做的。所以，如果当我们要从事一些教学上的改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去四个回到教学的初衷？当你回到教学的初衷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会有很多源源不绝，为了去解决学生学习。的问题，现场的各种状况，你用你的专业、同侪的力量等，去产出很多在你现场可以尝试的方法。
学生想要学什么，安怎学才有兴趣才有效果，以因为重新去思考试看卖，安尼就是行伫咧反转的顶头。记者小新志明南投报道。来看这日本的气象局发布了今年第一道冷锋的消息，在关东地区即卖也阁是秋天，啊，不过伫北海道已经在落雪了。气泡的哔哔声一响起，冰箱在放啊树卡开始造菜，好起来上涨。初めてなんで松茸ご飯とお吸い物で。日本气象局观察，日本天顶出现东边低气压、西边高气压的状态，是热带的前兆。第十五号暗时发布木库以后气象，宣告日本地地东北季风来临，各地也用不同的制定进接。桃竿县丰收节用传统歌舞庆祝，各用稻草做出草竿球、选手稻草人，好囡仔生个真欢喜。长野县是当地水利发电厂，一年放水两届，好平常享受伫个棒球当中，用用出现的膨宽水墙。今回紅葉も一緒に見れて、いいですね。木枯らし一号は冬の始まりを告げる風です。昨夜から今朝にかけては冬型の気圧配置が強まりました。等圧線の間隔は狭く、東京や近畿地方で北寄りの風が強まって、これが木枯らし1号になりました。关东近畿地区各地深秋的气候，北海道却是更多雪呀。气象局表示，今年木库以后比往年早三天来临，天气提早变冷，而且北海道受到位于北方落来冷气团影响，天气一时变成加十二月初小降才落初雪，预计到二十六号暗头啊，山区落雪量会达到二十毫米，天气变强，要做好保暖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技术相信无真侪国家拢会派人去学，啊，不过伫过去一年，讲对出外国去日本学技术的实习生，竟然有这四千八百外人共落跑，其中以这尼泊尔甲缅甸的实习生上合，常常拢做无啥个月，人都落跑去了。找出手机内底相片，建设公司负责人讲到，也做不到两个月实习生偷走的代志经过。那个朝急にそのお腹が痛いから今日休ませ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って。午後大丈夫かって電話したら、もう誰かが迎えに来てていなかったっていう状態ですね。日本技能实习生的制度是提供发展中国家教导日本的技术培养人才的外交合作方案。到即阵，全国有十八万名实习生分布在建设、各类工厂、农业、渔业这现场学习。因为去年日本制定新的成长战略，把实习生制度范围扩大了后，遭到外界批评，是把实习生当作正式员工来补基层产业下手不足。在新世界一个超市工作环境下，造成去年实习生逃走的人数有四千八百人，创下过去上悬的纪录。給我も少ないし、あと家賃も払うから、低いになるから、みんな、なくなっちゃうと思います。而偷走的实习生归根结底，利用难民制度的缺失来找头路，赚更加多薪水。特别的是，2014年申请难民庇护的四百多人内底，尼泊尔有161人，缅甸106人，这人数甲去年失踪的实习生人数因公差不多。其中一位偷走的人在变成难民的身份了后，身兼两份的工作，一个月收入有300块日票，大约是台票82000块，是实习生薪水的三倍左右。难民だと思います。因为实习生制度规定上最延工作三年，原则上袂使换头路。要过申请正式难民了后，半年了后就使工作，自由来选工作的所在。就算申请难民无过关，只要提出其他意见还是反对，要尽大机会用留伫已经工作的所在继续工作。过去九年，美国连续在环卫人口报告之中指责日本乱用技能实习制度，强迫实习生工作。日本政府也对此设置监督指导组织，要求企业自律，并且退回无故提出难民申请，还是用相关理由再摆申请无过案例，避免实习生搁再乱用难民的身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菲律宾有一个唱歌唱了真好听的左囡仔，这是一个十岁出世的这啊善乡的这溪川的这细汉左囡仔，看到这唱歌唱了有够好，在这啊唱歌选秀的节目内面表演啊，怎啊唱起来，有哪改变因一家伙仔生活环境？サビリタタイノワイヤマ。
一唱歌都大众之后的查某囡仔丽卡盖拉诺德，是菲律宾新版本的《麻雀变凤凰》的主角。住伫加比地上一个山车渔村，一家到囡仔甘拉靠爸爸掠鱼的收入，生活过了非常的辛苦。丽卡小小年岁就爱甲妈妈去垃圾堆捡烟灰、小白报纸或者是囡仔。伫自细汉就真爱唱歌，有时阵会伫街路边唱，换挂现金或者是食物件转去。去年丽卡伫伊阿兄的鼓励之下，克服伫舞台顶端行行镜头，参加菲律宾好声音的歌唱比赛。为了赢，伊一透早就起床背歌词，甚至唱到海底下卡来练唱，增加声带的强度。用了一句老话，成功是让好准备好的人。丽卡一路过关斩将，得到年度总冠军，也得到100万披索的奖金，各类家电用品甲一张唱片合约。Siyempre po, sobrang saya. Una-una po, nagkaroon po ako ng gantong bahay. Una-una po, hindi na po kami tumitira dun sa maliit po. Hindi na rin po kami nababagyo. At saka po, nakakapag-aral na rin po yung mga kapatid ko. Pati na rin din po ako, nakakapag-aral na rin po ako sa magandang school. Yun po, at saka po, yun po, nakabilya na rin din po ako ng sarili ko pong sasakyan. Yun po.今年5月，丽卡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唱片《人缘有望》，到目前为止卖了几啊千张，常常得到邀请参加各电视台节目，甚至是亲身主演以戏剧性发迹的影片。伊在各地表演活动也拢有始终的歌迷支持到底。啊，不过真少年的丽卡对家己的人生规划不只是安尼，伊讲大汉了后的梦想是要成为医生甲老师。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星星来弄地球是这在咱电影常常看到的这个啊剧情。为了要防止真正有这个小粒星星来弄地球，今嘛这个啊美国跟澳洲太空总署决定要做回来进行一项试验，要在2020年加这2022年啊各自来发射这探测器，一粒就是要来这用阻塞性来弄这小粒星星，一粒是要用来做观察的。2013年之月，一粒长16公尺、质量7000吨的小行星划过俄罗斯增卡车里亚宾斯克的天顶，又出一条10公里长的飞行痕迹。碎片最后拍中切巴尔库尔湖，释放出广岛原子弹10倍以上的能量。附近建筑物玻璃拢被震到脆骨骨组成，1500人受伤。真侪行车记录器摄到当时，让人心惊惊的情形。事实上，小行星常常为地球边过去，真大条行星直接冲浪，是6600万年前恐龙灭绝上可能原因，未来也可能搁一摆发生，为人类文明带来浩劫。为了防止这一天的发生，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和澳洲太空总署将合作进行一项叫做“小行星撞击与偏转评估”的计划，看是不是能将来袭的小行星弄开。实验目标是1100万公里外一个双行星系统，包括长750公尺的小行星 Didymos， 甲射到伊等长160公尺的伴星 Didymon。澳洲太空总署将伫2020年先发射一个探测器 M， 两年后到位。首要任务是侦测卡西 Didymon， 分析密度、结构、甲双行星运行的周期，建立 3D 高画质影像，用先进的光通讯传回地球。也可以将这小型的登陆艇改送去哩，发射电波来侦测内部。After we have done these measurements, the spacecraft will move away about 100 kilometers from the system, waiting for DART to arrive and impact the moon. Once the impact has occurred, then we will look at the ejecta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ejecta cloud. We'll come closer to the moon and repeat the same sets of measurements.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interior structure and the shape and the morphology of the crater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act.卡索得到成员国通过，澳洲太空总署将为2016年开始打造太空侦测器。这项结合美澳之力的太空计划，将写到真侪创新的纪录。不只是人类第一摆想要用浪的方式，和小行星偏离原本的轨道，也是第一摆在外太空测试共通性的技术。第一摆甲双行星系统会合进行侦测，让人类更加了解这类星体如何形成，进一步对太阳系起源有更加侪了解。记者综合。报道，马上看到下晡各地详细温度了。
在北部地区，拢好天，温度是24度到30度。在中部地区，温度是26度到30度。来看了南部地区，温度是27度到31度。在东部地区，温度是23度到27度。华都平阳金门马祖温度是23度到28度。以上就今天中大新闻，新闻最后带你来看是这西班牙马德里街路的官员的画面，咱再会。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闻，欢迎收看 People 公民新闻报。大台北地区屋龄超过30年的老房子比例相当高，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都更是选项之一。但是公办都更旷日费时，有住户因此采取自办都更的方式，虽然可以节省支出，但要取得所有住户的共识并且同意，也是困难重重。大溪地社区住户投入自己辛苦赚了大半辈子的积蓄，终于在新店安和里买了一栋房子。居住不久后，房子却逐渐出现钢筋外露、漏水的情形，房子不知何时会倒塌的堪忧逐一出现在住户心中。看到公办都更遥遥无期，社区居民干脆自己跳出来联署自办都更。有民众想改善居住品质，忙碌奔走、积极付出下，却遭社区住户认为是有利可图。有部分的住户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不来参与，这是最困难的地方。一般都更办理的主体实施者为建商，而自主都更则由住户成立的自主更新会。一般都更的利益分配，建商会列有合理利润，自主都更则是归还住户。资金筹措，一般都更由实施者负责，自立都更则需由更新会负责。盖一平房子，如果12楼公寓的话，可能8万块就盖起来了。可是你跟人家建商谈的话，你换得的你要去跟他交换的价值可能是40万、50万起跳的，所以那个相对下来就5倍、6倍的差别。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自己去贷款来新建，去申请都更，你可能可以换的面积更大，或者你不用付出那么多的钱出来。自立都更最大的难关是面临资金与专业度的不足，所有的事情需更新会自行筹办。此外，讨论重要事务时必须有2/3的住户出席，光是联系住户就要耗费大半体力。青年返乡务农成为热门的议题，公民记者拍摄有位曾经担任贸易公司国外女业务的年轻女孩，她也放弃工作回家帮爸爸养蜜蜂，并且引进行销的新观念。一般人看到蜜蜂总是些许的害怕。位在桃园大溪大汉溪旁的这间蜂场是由一位女孩子带我们参观的。那其实我们大部分例行的工作就是检查一下，看网蜂王走到哪里啊，或者是看他们现在花粉的状况。李知颖大学念的是应用外语系，毕业后从事模具国外业务，也被公司短期派驻国外。有一次生病期间，家人细心的照顾，他觉得父母亲逐渐年迈，因此兴起回家协助父母亲经营蜂场的念头。看着他们就是慢慢变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自己一直都在外面忙，那都要忙，那不如就回家帮忙。然后真的回家工作，就觉得天哪，坐在办公室里面好像凉凉的，好像也不错。可是你真的回来，真的实际下去做的时候，虽然辛苦，但你的那个成就感其实跟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想要返乡从农，你一定要
先想好，然后多去接触这个行业。就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有加入青农，那我觉得加入青农之后，你可以看到别人怎么去推销他的东西，怎么去做他的产业，然后互相交流，不要把自己关在一个，就是你每天就把自己跟田关在一起，或者把自己跟蜜蜂关在一起，你一定要多出去看，因为年轻人的路一定跟你接的传承的不一样。杀掉一个我，够千千万万的我。杀掉一个我，够千千万万的我。做好环境清洁，摒扫积水容器，免除天狗日的危险。毁掉我的厝，就无千千万万的我了。